号丽英。哎，小伙子，刚才我看那短片里看说你唱歌都比我强，我真有点不敢相信，就我这台上的歌号谁能赛过我呀？来，嗯，来吧，唱呗。能唱啊，唱呗。一个，唱一个。来，丽英，来。知道我让你下来跟小伙子唱歌，我得冒多大风险？因为电视机前观众说，哎呀，又让丽英唱歌了，接下来这个就得是音量就得放小。丽英，你最近在家练不练歌？那不练了，别人越说我越愿，我成天练，上班也练。我搁那上班，老头老太搁那咔咔直看我，我就给他们练。要小伙子就说，丽英啊，你这么练下去，谁敢上你这来呀？那你要是努力练了，我还能让你展示展示。你练的最拿手的歌是啥？爱是你我。哎呀，小伙子做好准备啊！来，掌声掌声。停！音乐停！还没唱完，总张个停啥呀？还没过瘾呢！我服了！我服了！我服了！其实小伙最开始那两句真是挺，马上就有感觉了。都让他给我带沟去了，这沟太深了。那你这能力也不行，我带两下就带够了。那我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回忆吧。太不给面子了，我一个女的上来，你咔咔的给我点回去。你练了这么长时间的《爱是你我》，今天发挥的还是有一点，有一点调吗？就是还是非常不错啊。两个人唱这首歌，唱出三声部来了。这是一种境界，你跟别人合作能合作出这种效果吗？来，谢谢丽英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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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丽英，谢谢。人都说全是练舞台，为啥赶上丽英唱歌呢？实际上，我想说一下幕后的故事啊，因为丽英一直说她自己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音乐。特别喜欢唱歌，他也一直在做梦，想做一个歌星。所以他自打在舞台上唱过一次之后，他对自己就充满信心，我们就不忍打击他的这种自信。啊，那就通过一次又一次唱歌，我就感觉我一次比一次进步，让我这信心一次比一次足，让我也发现我唱歌的调也一次比一次高。我 PK 不过你，你瞅我这嗓子 PK 都哑了。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伙子，这是一位能琢磨挣钱的百万富翁。小伙，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命一盏灯，可以行动了。小伙子，这刚拿完你糖，我还寻思帮你说点好话，你这上来就灭我，我可歇个老板呢，我就梦想着想当老板娘，你还第一个下来就灭我，你真不给面子。让我害怕你啊？怕
我啥呀？我这么温柔，多好！你看我这裙子。你没看见每次下来吗？哪次没打男嘉宾？你没发现我打男嘉宾都是挑老乡打吗？那说明我越打越歇根，我不打的都是我不歇根的。我要搁台上搁神加搁后，你这居然敢上来灭我！我告诉你，就距离保佑了你，要不然我要让你知道啥人是脑水的土豆丝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没事，土豆丝红就红点吧，红的我带血吃。那我就送点好的吧，反正都吃完一块了。给你送一首《勇气》吧啊！我们都需要勇气。小伙子，希望你以后不管面对任何事情，都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份勇气和自信，咋样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头一回呀，丽莹这个歌唱得这么柔情似水，她一般都不唱这种类型的。头一回听着这么好听的歌。我感觉他是非常难听，所以我准备灭他啊。那你觉得刚才他唱怎么样？好不好听？还行，还行啊。小伙子，你要多给我两块糖，我上你家给你爸妈也多唱两首去，行不行？那就谢谢了，不用了。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。小伙子，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灭一盏灯。握个手吧，不好意思啊。小伙子，你就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和先前那一帮一起串通好来接我台的？是没关系，不是也没关系，我就喜欢看别人看不惯我的样子，又干不掉我的样子，知道不？丽莹啊，你过来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面积灯。过去啊！啊，来。那我真过去了。燕姐能过来吗？丽莹，你得看你选择了，你看你怎么选择。就是我的爆米礼物，就是你的爆米棒，我要找个大骗子来骗我一辈子。让心爱努力爱期待啊，我想和你谈恋爱。门灯情歌呀，你是不是要跟我俩唱歌呀？我不是。那你给我请下来干啥呀？要看我跳舞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等一会儿。你知道嗓子刺挠了是不是？我都好几期没跳了，你是因为这给我请下来了？真欠站这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面你瞪吗？嗯。你打不过我呀你！你打不过我呀你！哎呀！我打了别人这么多，起头是让别人打我，真是真疼啊！疼吗？疼啊！我你等着。你咋让我新娘的？我咋让新结冰的？别让等着，你敢得罪我这歌神加五号，我看你活着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小伙，你打他是不是因为你也看他挺稀罕的呀？可不是这么的，能动手的时候尽量别吵吵啊，以后。是歇跟我呀？啊，那我这个不疼了，一说歇跟我就不疼了，那感觉心里挺甜的呀。这个打的好，歇跟我打就打。我给你领回去吧，你别打我啊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